我觉得我一直是处在第三者的状态，基本上我是当小三的16年。其实没有错，露露在我的心目中她其实不是第一。你看我的第一顺位意思是我跟她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点像父女恋，现在感觉很像姐弟恋的感觉。你现在对我的态度真的蛮像姐弟恋，你现在我对你的态度，哎，你现在都觉得我怎么还不长大这样子？没有，我觉得我一直是处在第三者的状态。第一个是妈妈，第二个是她的山，她永远在跟她的山谈恋爱。那我是永远是第三，她有大山，我才是小山。啊，你是小三了。我儿子今年快16岁了嘛，所以基本上我是当小三的16年。因为现在他64岁嘛，明年65岁就可以做国外族，所以其实65岁的时候，我看他会不会回心转意。其实没有错，我的第一顺位一直是我的魔法阿妈。一个多礼拜以前，我被这个世界呢很无情的强迫我一定要断奶了。因为我跟妈妈很亲很亲，不过我想这个就是妈妈在告诉我该断奶了，不要再成为妈宝了。哎，现在只好来当七宝了。什么七宝？这几天有梦到妈妈？倒是没有哎，不过只要眼睛闭上啊，然后就会悲从中来啊。我的脚蜂窝性组织炎。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掉到一个天空，因为我把妈妈葬在山上嘛，我的森林里面，结果有一个平台里面已经腐烂掉了，我就整个人像那个天坑一样，我整个脚就掉进去。先是妈妈过世，然后又自己蜂窝性组织炎，祸不单行这样子的感觉。蜂窝性组织炎代表你没有马上治疗？对，他没有马上治疗。我当天的半夜被他带去医院。对，他一直说我不要去医院，我不要。那我就想说，哎，你不要去医院，隔天住院就我来照顾你。我不要，我就说我现在马上带你去医院。我本来以为是小伤了，没有，它是开放性大伤口，所以真的很可怕。那一天没去的话，肯定又更严重，缝针。对啊，要。那不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不行。你说如果妈妈走，不会暂告别？对啊，对啊，没办法。妈妈走的时候就告诉我她喜欢哪一棵树，那个地就是世世代代我也会留给我儿子嘛，我也跟他讲了，我会埋在妈妈的旁边。结果那个我儿子黄远就说，那要看姐姐同不同意啊。因为没有，你埋在那边我不会去。我讲真的，因为我怕蚊子怕虫子。可是这是我的遗愿啦。可是你都过世啦，你也不能爬起来，对不对？那我就找一个洞挖好，我就把自己活埋在那里。我就真的连天坑都没有下去，你要活埋。上帝现在还没要征召你，你放心。可能我们会分两地啦，你就是头在这里，尾在那边。你要先把我分尸啦。对啊。就是可能我们虽然是夫妻，但是我们的很多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